预备会议下午2点半举行，由中央常务委员严家淦担任主席。会中首先通过了这次五中全会的主席团名单，他们是严家淦、蒋经国、古振刚、黄少谷、倪文亚、谢东敏、林景深、李志明和田建秋。接着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的组织案、五中全会和中央评议委员六次会议的日程。全体中央委员、中央评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出席了这项会议。预备会议结束以后，一当选的主席团接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。在会中，主席团的全体成员传阅了总裁11月23号的手谕。总裁在手谕中指出，五中全会在国父建党革命80周年纪念的时候举行，意义至为重大。今年结集智慧，提供经验，以开好五中全会为贯彻革命历史责任的要务，